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河北老杜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的2号，已经是我们全家旅行的第18天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了，大家都在收拾东西。现在我们是两辆房车，两辆床车。别再漏东西了，哎呀！坐进深渊归。我们刚才商量了一下，让这个江苏盐城的王哥头车，然后无锡的魏哥2号车，河南的大叔3号车，我们来做收尾。天下古镇都一个样儿。我是最不敢弄活鱼的，死鱼我看来难了。